再来看这次传中头球，卡斯蒂利一跃冲顶，南通智云扳平比分。浙江队这次其实是有点大意的。再来看，在这个位置上没有人在防传中的人，杨明阳有足够的时间抬头观察落点，非常好。接下来卡斯蒂利的头球几乎没有人能对他形成干扰。